因为地主肯定是弟弟了。队友不行，谢谢喜欢你的超能力，谢谢超能力是超喜欢你的八个卡丁车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，我评为炸，这家伙。看看能不能给他红给他抢了啊，这挖掘给噔噔了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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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挖掘给停手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可能是预判到了我的预判。耶、yeah! ！平 A 烈焰之柱。想勾我，那能行吗？平 A， 烈焰之柱打两个平 A， 咱别蛋草丛啊！烈焰之柱接平 A， 那派克就搁草丛里边藏着，没事。平 A 走位，平 A， 烈焰之柱没打着。平 A， 闪现点燃扣一下，平 A 走位，烈焰之柱，这家伙还得是自己打虚虚呀，我一看。烈焰之柱抠一下全空了，平 A 烈焰之柱抠一下，平 A 运作 ADC， 再平 A A 不着了，平 A 吃药，平 A 烈焰之柱，我怎么死的，他这个平 A 打这么多血，我打辅助就杀了，你要这么想，刚才我打的是对面的 ADC 对吧，我打对面的 ADC， 所以对面辅助剩丝血了，如果我没有打 ADC， 可能我们家 ADC 早就死了，你要这么想，你不能说是哎，辅助剩残血，我打辅助，辅助死了。那我如果不控住对面 ADC， 可能我们家 ADC 早就没命了，明白了吗？你可能不能理解，但这也比较正常。弹烈火燎原，完了，来人了，
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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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 Q 中八八六平 A， 死一个平 A。一 A Q 八八六炸！我 Q 一下。先吃大鼻，耶！烈火燎原，我溜了，挺吓人呐。走了啊！对面的 ADC 想杀我，那能杀了吗？我撤了。来个梅，不是，来个仪式的章节。出个章节。过来跟我杀 ADC 来，来呀，开眼！一 Q W 烈火燎原，再见！没关系，我们啥也没干，打了个双刀血钻。这么想一下，是不是血钻？看有没有针眼啊？太狂了，这卡莎一 Q W。有我火蓝在这里没有闪现还这么狂吗？哎呦啊，一扣打把溜平呢，好你个挖掘给你打红是不是？你别跟我走了，别走了，别走，我站着，小王八犊子啊！这也就是他跑得快，还敢野我？出个皮孩，那七级打四级，那不是随便打吗？看来你不太行啊。虽然我早就知道你不行，你别在那晃了，你晃啥呢？那 W 什么玩意儿呢？那呀，啊，这干什么呀？瞎 W， 别慌啊！干什么事啊？别慌，知道吧？一旦慌了，那就输了，抠你！我希望你可以补到这个车，我不知道补没补到，但看样子好像是补到了。
耶耶！弹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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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的虚区可以说是相当高了。回家了，你搁这回吧，我走了。这个位置一看就不好。这咋这么贵呢？那算了，来个美甲窃魂卷吧。中路塔皮没人吃，我们吃了吧。上路人挺多呀，我们要不要去掺一脚呢？去一手吧，来掺一手。虽然我们有可能会死啊。一个都没打死，这不科学呀。给我追，今天不把他追死指定是不行了，兄弟。他太狂了啊，他太狂了。上，你被强化了。漂亮。耶哈。弹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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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位。平 A 走着，有没有挖掘给？挖掘给可别来啊！我就是。上路的鳄鱼感觉可以蹲一手，耶！老鳄鱼，快跑！那派克俺们打不过，走位 W 抽一下，耶！这点烟平 A 炸，没打过他。哎呀，我美甲窃魂卷呢！我操你猴子的！我的美甲窃魂卷没了，谢谢蓝 buff 一抽，挺骚啊，挺骚啊，小伙子。下路没人守吗？
没人守，我们还是去中吧。来了来了啊！几个人啊？把 ADC 杀了，好闪！ADC 很明显有点慌了，一 Q W 弹，开眼连鳄鱼都不理呀，你是真是不理，我发现。他的眼里只有挖掘给。先插个眼儿，我一 Q W 没打到，但是人头是我们的，我的美甲窃魂剑，耶耶。好事，鳄鱼，鳄鱼能一发了，把它一打出来，太狂了！你排吧，给你十块钱，我 W 放个 Q。抽你呀！打吧溜弹，打吧溜，抽一下，你们上吧，我喝点水。一抽打不溜，火球，烈焰之柱，鳄鱼想干嘛？鳄鱼闪现，耗点盐打不溜，一抽打不溜弹，好痛，卡莎已经100块了。救救！冰杖，换装呗。这个能卖多少钱呢？那不卖了，我们等50块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不用等了，我觉得如果火蓝的这个 E 技能跟 W 技能施法距离一样远的话，就会很厉害了，就改个这个就行。 E 技能能打到这儿就行了。为什么抢我的蓝？先插两个眼儿，
你给我死，把这塔给我拆了，还给我立塔。这是很正常的，因为那塔还没出来呢，那塔没出来他就打不了 W 那重扣平 A 炸，我们23层美甲窃魂卷，别越塔了，让那嘎里奥越塔吧。烈焰之柱，呀，投降了。给你们结个账啊。